陛下，按照律法，这个罪怎么判呢？株连九族。嗯，那请陛下下令吧。诛杀，侥幸满门。住手！青青，乔青青。来得正好。敢问陛下和娘娘，我爹身为相国，对大宁忠心耿耿，无愧于天，无愧于民，百官和万民都看在眼里，这样的忠臣又岂会叛国？你爹已经认罪，你如此包庇，怎么想牵连其中吗？ 娘娘一口一个罪责，请问我爹究竟犯了何罪？他同大愚人成婚，还生下你这个孽种，难道不是罪吗？荒谬！娘娘平日吃斋念佛，难道不知佛家讲究众生平等吗？若是同大愚人成婚便是罪，那这天下还有何平等可言？ 你给我住口！乔家的罪自有国法来定，还轮不到你来说。本宫告诉你，今日你们乔家难逃一死。来人！在。娘娘，此事与小女无关，小女是无辜的呀。乔青青，此事不是你能干预的。 将乔相带下去斩了！你，住手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拿下！是。走，给朕住手！爹，青青，陛下这是何意？太后，乔青青死不足惜，但是她已有身孕，想必太后也不想伤害皇嗣，引来非议吧。 怀有身孕，太后若是不信，一查便知。传太医。刘太医，如何？陛下，娘娘，乔贵妃确有身孕。刘太医，这件事情关乎到皇室绵延。 你可诊清楚了，娘娘，千真万确，臣不敢胡言。陛下，太医院已经安排妥当，不会让太后发现的。行吧，乔青青可以不杀，但是乔相国的罪，陛下应该知道该怎么判吧。 这才是我的答案。无论遇到什么危险，我都会护你周全。大宁皇帝，昏庸无道，杀我妻儿，毁我家业。
这些都是乔贵妃亲手准备的。 不好了，根据密探调查，乔青青是乔相跟大鱼女子所生。乔相当年曾出使过大鱼，结识了这位女子，两人相爱后，女子隐藏在大宁，同乔相结婚生子。乔相的为人我还是相信的，可此案牵涉到嫡国，太后若知道，便会大做文章。不过此事已经是陈年旧事。 再加上极为隐蔽，恐怕也是无妨的。我们能知道的，太后也一定会知道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你来了，沈玉清。乔贵妃呢？她出宫了。 去哪儿了？千色楼。千色楼。思念遥遥，指尖让眼始终成冰雕。风闻青丝烟雨，纷扰谁人在笑？只恨相逢未曾早，趁。 君在藤与君相思调，留恋今日花正好。